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冷梁又成。那全编迈入25周年，当然就要好好来祝贺一下了。那一个辩论赛会呢，能够从婴孩时期一路茁壮成长25年，到现在变成了一个25岁的年轻人，这当中呢，一定是有大家的支持才能走得这么长远。那下来，如果想要迈入下一个25年呢，你的支持、你的力量就非常重要了。如果你是辩论人，那欢迎你通过参加比赛或者是出任评审来表示你的支持。但如果你是普通的观众，也欢迎你来出席全编观赛，然后关心一下属于我们马来西亚的所有大事。无论如何，全编迎喜25需要你和我一起风雨同路。挥手一路蜿蜒的足迹，期待群体的年轻声音，苍老了岁月，苍老了脚印，苍劲不离，期待虚寒的心率，不苍老的心。